宝宝这边，没关系的，就让他们自己去互动吧。我觉得是小事情。那还不熟啊。那不会咬他了。你女儿没有那么娇嫩，好不好？有啦，她有，而且她还没两岁。我觉得可以的。美工。那你要带她去上厕所吗？是不用。等一下，等一下再处理。像家像，哈哈哈，就很像家像。你这样问啊？